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昨天年夜饭喝醉了，喝多了，现在还是有点晕晕的。对，陈老师昨天没喝。好，我们出去吃早饭去了。过来喝咖啡，他这个地方这家咖啡厅开的位置对，因为喝咖啡的人正好把车放在这儿可以洗。他是在这个咖啡馆的停车场旁边，这个咖啡馆很偏远的，所以他不会有其他的客人了。基本上洗车的都是这家咖啡馆的客人，所以他放在这里还是蛮合适的。这一家是应该在清迈牛牛算是比较喜欢的一家餐厅了，我们一般周末就会带着牛牛到这里来坐一会儿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到现在我走路两个腿还是软的，哇，还晕，还有点晕，后劲是真足啊！哎，坐哪里了？他们坐在哪里了？哇，今天外面都这么多人啊！天哪，哇！有给我点那个吗？还没开始点。还没点，好。哎呀，下午回家睡了一觉，晚上出来兜一圈。小雨要去唐人街看他们的那个什么叫龙王大战哪吒王是吧？就还有这么的一个节目，真的是把我看傻了。哇，他们去舞龙舞狮去了，去看。我车子一路开到塔佩门这边，哇，真的漂亮。镜头还表现不出来，真的很漂亮啊！镜头真的表现不出来，好看。正月初二了，正月初二喽，先睡了个懒觉，然后起床出去逛一圈。哎呦，现在雾霾是真的厉害啊！你看苏铁山都看不到了，以前我们这里看出去苏铁山很清楚的，那苏铁山都看不到了。从我们家开出来，后面有一个水库，很久很久没来了。我今天周末就往水库这里过来逛一圈，这条路我真的超喜欢。哇，对面还有摩托开出来，它其实往这边过去，以前是有一个水库，上面是没有桥的，但是在水库的那一边山上是有个村庄的，那个村庄很难出来。那个晚上水库旁边还有萤火虫能看。啊，有可能。哎，这里也很多好漂亮的树啊。嗯。到水库啦，水库边上这一家饭店不知道开不开了。水库旁边这家饭店，我觉得蛮爽的，真的很多年没来了。到这里，是啊，特别接地气啊，就这里吃。旁边一个湖边，这个湖其实就是个水库了。我们点菜了，菜单来了，先给后面去上菜去。这里有一个菜我是超喜欢吃的，叫什么？冬阴鱼子啊，冬阴鱼子汤。我也爱吃。他要是这次不提，我都忘了这个事情。你都忘记这个水库了？我都忘了这个菜。这么漂亮一个水库。OK， 干不干？菜单都没变。对，鱼子汤。说吧。要米东阳开不啦？开吧，米吗？哦，那有啊，好。好了，我里面没得丢，他对那哈。今天我没得丢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那个。哦，明白了哈。我还想吃他家那个炸鸡翅。你别改套的。没有。啊，别改套没有，没有。改没有嘛？你把阿涵的改。对，改了，准备炒饭加点。只有炒饭。啊，那不要炒鸡肉了，那个炒饭鸡肉不要。那我们其他吧，其他还有什么？你问他好吃的。那还有鱼啊啥的。好。要么炸鱼。好。可以呀。米不拉汤的米。米哈。啊，米。套个甜的哈。这个可以的，套个甜的。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大蒜炸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还有什么刀吗？什么刀？好。
放。好。不要放那个臭的鱼露。松当派。松当派。松当派。台湾没啥鱼。没啥鱼。你们的啊来呢？就是香，就松当派就可以了。松当派，什么样的？晒开。没骗子哈。哎，没盘菜。这个也是我唯一听懂的一句。这个晒开一开，我们看不到吗？看不看？来。好。晒开就行了。啊，我给撇掉。OK 了。我们的菜来啦，炸猪肉，炒蔬菜。这个是凉拌荷包蛋。对，凉拌荷包蛋。这个就是泰式的沙拉，可以，不错，又来了。哦，沙拉。OK， 没来，没来。拿走了，他有，不是我们的。我还以为那碗汤是我们的呢。拿走了。这个超好吃，这个泰文叫什么？羊凯刀。羊凯刀，你们如果来泰国一定要点来吃。这个是什么？罗勒叶，九层塔。对对对。九层塔。和肉一起吃的，这个泰国人也超爱吃的，这个好好喝。这个在台湾那个盐酥鸡里面也会放这个的，光是叶子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的，放这个东西就是很香。杭州没有这个啊，杭州没有，又来了。好，哇，这条鱼真的大，我以为炸小鱼呢，它炸的是大鱼。这边放一点，好 ，OK， 这个也是超好吃，里面都是鱼子，冬阴鱼子汤，这个好像真的是我在这里吃过是最好吃的，超好吃，好，这条鱼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，我以为是油炸小鱼，哇，整条鱼简简单单，哗，直接扔进去，油炸鱼块，真的是油炸鱼块，那整条鱼就这么直接扔进去了就，这个算厉害的是。真的算厉害了，超大锅，超大锅，吃饱了。后面来了一桌老外，哇，点菜好痛苦，去买单。哇，这两条狗，哦，已经胖成这样了，已经。之前来的时候还小狗了，吃饱了，到哪一个？我你看，大了，还认识你？对呀，年年那时候那么小，现在啊。烈烈啊！哈哈哈哈在。高好大耶。已经比那个高了是。去买单了。哦，小朋友画的画，看，970。好。哇，这里还很热闹啊！今天可能周末也有关系啊，人多。哎呀，我们往下走。泰国人很多到这个地方来钓鱼，他们超喜欢这里钓鱼。是不是可以放船的呀？应该可以的，应该可以坐船的。哇，这里开出来一条新路，哎，这条路蛮漂亮的，开过去。旁边那边就是水库，这里开了条新路。车子开过来停好了，这边湖边有一个原生态的咖啡馆。小雨到那边给我们去买芒果干去了，不是芒果干，芒果。这里坐着喝杯咖啡，这两天还可以，天也不是还特别热，但是已经越来越热了，一天比一天热了。现在估计要到三月呢就已经开始了，四月是已经热入膏肓了呀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啊，不是早上好 ，Hello， 大家中午好。眼睛一眨，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啊！我上半部的影片还是上个礼拜的周末，下半部的影片就又到这个礼拜的周末了。马上再过两个礼拜，我们就可以回杭州了。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巧克力工厂。到了周末就要陪着牛牛队，陪着牛牛小雨一起来玩玩。清迈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自然环境，是吧？这种自然环境里面喝咖啡，吃东西，挺舒服的。好多店，这一家是一家面包店，
啊，这边呢？哇，这种地方感觉还真的还蛮好的。这是一个饮料吧，啊，还可以 BBQ 啊，是个饮料吧，吃饭的。那边是个面包店，对，这种感觉还真的蛮好的啊。说明现在知道的人可能不多，是吧？你连周末都没什么人。这座桥我们也可以走过去看看。哦，这个湖里有很多很多鱼啊，这也是个湖。泰国人的这个审美我又要来说了，真的是随便那么搞一搞，一个荒郊野地就能把它搞得那么漂亮。哦，晚上应该也很漂亮，你看它的这种灯挂在这个地方。哎呦，你走慢一点，这个很晃的。那会不会是因为你那个体重长？这个有点晃的。哇，开始很好看，这个放着，但问题是你这个地方坐着你多晒啊，这个就是摆着好看好看的吧。啊，给你拍个照片了啊。好，真的挺舒服的。这边是什么？啊，这里不让进啊，进口在那一头。哇，里面都是老爷车。哇，里面全是老爷车。哇，这么好看啊，这个地方。牛。哦，这边进去还要入场费的，20泰铢一个人。私人收藏。哦，私人收藏，哇，这么大个老板了，还要收20泰铢啊？这辆车要是马路上开出去，不要太拉风啊。要给你们塞。啊，你就往里塞好了，没人管的。我没钱，你往里塞。哇，漂亮。你塞100好了，又无所谓。啊，可以 scan， 那你 scan。 哇，真好看。哦，这种车太牛逼了。哦，这个车好看。哇，哇，哎，它钥匙都插在上面，给我把它开走。哦，路虎，老路虎，能开的，你看它电瓶都有的，全都有的，真的是能开的，车牌也有的。哦，他的车牌都选过的，1953，那说明这个车是1953年的，那个是1976年的。他车牌都是选过的。哇，有趣。哇，真的是好看，这种车空调没，是吧？名爵这辆啊。这辆也很漂亮。哎，那时候的车的造型其实很好看啊，现在为什么不造成这种样子？这种样子多漂亮啊！你看它的后视镜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后视镜。哦，这种车它都卖的，嗯，个是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140万，那也就是28万人民币。哦，那也就是14棵树啊。14棵树，那这辆它卖不卖的？这辆有可能不卖。这辆不卖，他卖的他会挂在上面的。那辆他卖的吗？这辆他卖的吗？这辆多少钱？哦，也是140万，他的车都是140万。这真的很拉风啊，确实拉风。我觉得还是这辆好了。这个我到街上还看到有人开的。哦，这个这个卖多少钱？145万。哦，145万，这不好看。那但是很拉风的这种都是不卖的，这种超级拉风的都不卖的。嗯，这种都是他收藏的。这个摩托呢，摩托也不卖的，摩托也不卖的。那这里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游戏机啊。哦，游戏机呢。哦，你可以看游戏啊，这么爽。5分钟20块钱。啊，哟，哪辆车？这么高端。哎，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玩具车是吧？玩具车放在这上面，然后哦，赛车就这么开。它这个是10圈20泰铢。哦，10圈20泰铢，哇，这里还有看台上来的。这么高端。那车要自己带来的吧？车有可能用它这个也行的吧？那到时候问问他们看。哇，这么带劲的一辆车啊！
高端。哦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这个车没有报废。哎，大家别光来一点料嘞。很认真啊。很认真啊。哦，方向盘上几码也有的，90多码，80多码。哇，这样开开稍微了，他会开车了。我那辆车被他开走了，到时候。忽然发现他旁边就是放了个 PS5 呀，那我等于说是买这么一套东西回去，我就家里自己可以开了了。哦，然后明明玩一次，你就让他给你20块钱。对，那我要什么时候收得出回成本啊？真收不回成本了。好了，这里出来了。啊，这里是巧克力树啊。那边是巧克力吧，里面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吧。哦，也不是巧克力树，就是各种植物了，就他们种的各种植物了。嗯，植物园，这是卖的，一颗颗可以买回家种的。这里是卖的，上面还写着 nursery。nursery 啊。黑豆的。啊，这边是做咖啡，哎，烘咖啡豆的。那跟做咖啡巧克力也是用这种豆子做的啊？应该不是吧，咖啡巧克力都是这样种的啊？咖啡豆和巧克力豆不是同一种豆子。巧克力的果子馅很大的啊，比较小。卡卡卡卡卡卡可可树。可可树。这个就巧克力豆了。哇，这里烘着这么多，跟那个咖啡豆很像的啊，有一点像，但它是花的，对，很像的，可可豆这个是。很多种不一样的，那边还有白的。对。嗯，它应该是。就是跟可可的，跟可可的很像的，跟咖啡的很像。发酵，它颜色变深了。有可能。跟咖啡豆一样，下来不是白的吗？对。然后烘了变黑了。有可能的。这个是咖啡豆吧？果吧，咖啡果。那个是咖啡果，应该是。咖啡的果实，好 ，open， 哇，里面这么多人，天哪！哦，后面是他们的工厂啊，哦，这里在做成巧克力，这里在做成巧克力，你看，哇，巧克力，哦，这个就是巧克力果啊，果实，然后里面的籽了，这个是，这里面的籽，哦，这里都是巧克力，白巧克力应该跟巧克力没关系吧？哦，这种它都是获奖的，2023年。它86的不太好吃的，肯定是奶多一点好吃啊。66的吧？66的肯定66的，58的，58是白的。它有两种。嗯，哎呀，都买一点吧，各买一点吧。145泰铢一块，哦，有点贵的哦，要30块钱人民币一块。这种是牛奶，看到喜欢就拿吧。这个是白的还是牛奶？牛奶可以。这两个都是牛奶巧克力。这两个有啥区别吗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可以呀。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从你们当干净了。哦，你这米麦卡的米啊？麦牛奶多巧克力吧？麦卡的米是哪一个？麦雷麦卡的米啊。Nuts is nuts。它里面有个果。啊，有个坚果啊，有一种坚果，嗯。Yep。OK。Yeah. 还有酒卖，好，再看一下菜单，给我点一杯热拿铁。牛牛那边有巧克力，这边还有巧克力，哇，牛牛这边还有巧克力的，这种可以直接吃的，这样一盒450，要不这个我们就直接吃，你要吃那个啊？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很好，看上去也很好吃。要不多点一个，然后那个你神经病啊，点这么多吃得下的？不是，我说点两个小蛋糕那种。哦，可以啊，你要吃你点，你要吃哪个？我也是这个。那么这个来一个。底下那个月牙的是白巧克力吧？大概是吧。那我要点这一个，啊、一个这个。好、啊、，OK。那小雨，那个牛牛，你去点。这个是什么东西了？也是用巧克力做的饮料。这个。完了，我这两天减肥不白减了吗？这么高热量的东西。这我不喝，我不想喝。我要喝咖啡就好了。Have coffee. Coffee. Yes, coffee. Latte long one.哎，这个是什么 ？What's this？ Chocolate， 跟雪茄一样的巧克力。OK， 他来个。你们看，90吧。啊，你们90吧，scan 了。我是
一下这个。试一试啊，你是这个什么的？多少浓度？70。哦，那肯定好吃。肯定好吃。倒一倒。倒出来。哦，那这个这么厚的，拿手那个弄弄出来。怎么弄？给它吸破。我来吧。这样懂一懂。哇，包的还挺好的，拆开来看。里面好像有坚果。这个有没有不知道？从背后摸到了。看看背后。你要只包着，然后给它熬一熬，给它分一分。哎，好奇怪，试一试看。它这种居然是背后加坚果的。你吃吧。我不吃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很好吃，让小雨试试。哦，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拆开了，哇！这个是多少多少的那个？多少含量？72的。啊，72的，72的可能比较苦。哦，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颗，这颗是颗什么东西啊？坚果。坚果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很好吃。我来尝一个这个。一勺。嗯。刚刚的减肥功夫。减肥就为了更好的吃呀，难道不是吗？嗯，巧克力味很浓，你得要给我吃一个，你得要给我吃。巧克力都给它掉下来了。啊，破戒都破戒了已经。嗯。是外面是一圈还是巧克力的那种？弄下去。这样的，都是的。嗯，可以。戒都已经破了，那我就要大杀四方了。鸡蛋已经破戒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圈也是巧克力的，那我掰一块下来。你帮我按住。好吧。好，掰一块试试。嗯，不错。再来杯咖啡。在清迈生活，就是周末这种可去的地方超级多。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你待一年，你每周末你都去一个不同的地方，这都来不过来啊。所以可以造成让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想来刷。你如果说喜欢这种调调的、这种感觉的地方，哇，那你到清迈，你真的就真的是老鼠掉了米缸里了，真的就是老鼠掉米缸里了。